大家好，我是小徐啊。今天给我们狗狗就是换一种吃法。今天是鸭子，鸭子拌米饭、鸡胸肉、胡萝卜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有100多斤，这都是鸭子。做完北京烤鸭，他把就是表皮那个鸭肉全部收下来，然后做了北京烤鸭了，剩下其他的肉全部留着了。是太原的一个好心的姐姐给我们买的，有150多斤。上次我去接狗的时候一起拉回来的，今天给它打碎，我叔叔在这打呢，给它打成肉末，打成肉末米饭、白萝卜给它拌在一起，这样来喂狗狗，感觉更有营养一些。但是鸭子是属于凉性的，不能长期喂，只能偶尔喂一次鸭子，长期喂鸭子不行。就是今天就给它们吃鸭子，然后明天就给它们换成鸡胸肉哈，看。这肉多大，大吧？你吃死榴莲！真服，真我真服一下。哦，小点是不是过瘦？那啥时候能吃呗？哎，你打我，你去啊！怎么找你哇？我要抓你那脚胡萝卜地哦。胡萝卜加大白菜，满满一锅，100多斤。咱们灶台因为很大，自己盘的灶台看，边煮边结冰，这边已经开始结冰了，盖着等水一开就可以了。给狗狗拌起来，今天是北京烤鸭，胡萝卜、大白菜、米饭，有个600多斤，今天的比较多，今天加的多了一些。这其实不稀，有很多人经常说我做的稀了，这有啥稀的？这一点都不稀，我都感觉这有点稠了。因为你越稠的话，狗狗粘着嘴就掉不下来，粘在嘴上面就掉不下来了，粘上天棚。所以你吸一点，它能连汤带水的吃，分量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汤多了。使劲搅拌，搅拌，看啥呢？搅拌，搅拌，搅拌，搅拌。搅拌，开饭前的前灶，给狗狗们把饭槽全部放下，准备开饭啦！把饭槽准备好，马上就可以开吃了。每天开饭前的前灶就是这个样子，别反着放过来饭槽，你正放的话，狗狗会在里面撒尿，狗狗全部尿到饭槽里面了。
要我低头是叫秋了，要我说的是叫细了。哎，照着你上，你拖他妈打慢了。先把这两双都叫大去，你不行。哎，这东西拖就小了，大去。先把那一拖都叫就小了。咱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喂，都能吃得上，放心吧。看，米饭、胡萝卜、粥汤一起，基本每个区域都能吃得上，都加了很多。胆小的也能吃得上，因为胆小的也敢过来了，加的。这里面，这个里面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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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没了，给这个再加满。不够吃，反正一个劲的给他们加。嘿，大小虎，看大小虎出来了，小虎，大小虎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们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大小虎。胆小的全部出来吃饭了，你看小虎在这吃的多香。区域里面的喂的差不多了，先把外面这个小蚕虫给他们喂好，外面这几个，然后还有一半没有半呢，就是先喂，喂完之后再加，这样他们打架就少了。每次喂饭都得这样喂，先给他喂，喂完之后哪里不够吃，再给他添加，直接加满为止。看，再给这几个加点，外面这几个再加，来来来来来，大王。加到他们吃饱到吃饱为止，自然而然他们打架也就少了。吃饱了嘛，吃饱了打架就少了。土豆，这个做的其实更有营养。我们再吃。这边呢也开始吃了，这一半全吃完了，就剩下小庄园那一半了。看。又要给他们继续加，小庄园那一半喂完之后继续加。今天做的多，今天估计六百斤也不止，有七八百斤。今天不够吃的咱们就加，够吃的咱们就吃到吃饱为止，吃撑为止，咱们反正加到他们吃撑为止，一个劲的给他们加。小庄园他们这边是四桶两百斤，反正就这二十多只狗，然后那个桶一桶五十斤，放四桶，两百斤。哎，咱们做一次不止五六百斤，那多呢，我感觉，总感觉不止五六百斤。看，保证每只狗狗都能吃得上，这墙上还有两桶呢。为了方便直接放到墙上，咱们从墙上直接拿下来，过去就直接能倒了。因为你蹄子转过来的话，等你再到第二桶，其他狗狗没吃上就打起来了，根本不行，所以只能这个样子一桶一桶的提过来。还有许多剩下的给那些没吃饱的再补进去。做的比较多，像这边的话吃完了再继续加，吃完了就给他们加，外面还有呢，吃完了就加到他们继续吃为止。因为自己做饭，狗狗吃饱为止，以狗狗吃饱为目的。看，每一只狗狗都是以他们吃饱为前提，吃不饱就加，